所以不管你是150公分，还是160公分，180公分，170公分，哇！486好物开箱秀。之前看到大哥买了一台200多万的按摩椅，那个时候在公司也有展示，真的非常舒服，我觉得至少有95分。但是看到200万这个价格，我真的没有勇气跟老婆说。今天这一台呢，我很想要跟大家来分享。它只要1/2的价格，这阵子我天天做。它呢虽然没有95分，至少也有88分。那它厉害在哪里呢？我说给你听。一般按摩椅呢都说是 3D 按摩，但是这一台为什么敢说 4D 呢？因为它在 3D 的部分，它可以做到时间快慢呢跟弧形的一个按摩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抛物线型的一个按摩，所以它在按摩肩颈跟腰部的部分呢，很像真人在按摩。那为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一点呢？首先它有一个体型侦测的一个功能，这个功能对按摩椅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代表你们全家人呢都可以使用。它还有19段的一个微调，每段都以 1.5 公分呢做伸缩的一个调节，所以不管你是150公分还是180公分，都可以使用这台按摩椅，而且非常的精准到位。接下来我要讲一下它的气压跟伸展的功能。它的气压呢非常的强劲，就好像一个人呢在揉捏你的这个手臂一样，非常的舒服，而且呢气压从肩膀、骨盆、脚部、脚踝都有，所以说这一台可以帮你做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按摩。那讲到全身按摩呢，我不得不提一下它的脚底按摩。它脚底按摩的部分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舒服。首先你看它的这个气囊包覆是非常足够的，还有呢它的脚底的部分呢有突出的一个指压点，当这个气压呢充饱的时候，会把你的脚底板的左右的横移，就好像一个师傅一样在帮你做脚底按摩一样，你可能会叫出声音来，但我觉得是蛮舒服的。如果说你觉得太刺激的话呢，你还可以把它的气囊调小，或者甚至是关闭都可以。另外，它按摩的强弱也有5段式可以调整。它有7种自动按摩的行程，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颈部重点的行程，因为它按摩球是非常突出的，突出有10公分，所以它可以做到从上往下的一个按摩，非常的舒服，可以舒缓你肩膀的一个僵硬。那它按摩球是比较柔软的天然橡胶，而且它有一个独家专利，就是它的按摩球可以自体发热。我甚至一度有个错觉，就好像真的后面有一个人在用他的指腹在帮我按摩一样，非常的舒服。挑选按摩椅有3个重点，第一点呢就是它是否你们全家人都可以使用这台按摩椅，第二点呢就是它可不可以做到一个全身性的一个按摩，第三当然就是保固了。这台呢它的全机呢有2年保固，而且呢皮革呢还可以做到业界最高的5年保固。它有2种颜色可以选择，有米棕色，有黑金色，市价约12万，在486呢有一个惊喜甜点价，只要94800，真的非常优惠，只在486团购哦。现在就搜寻486团购，